还有另外一个典故，罗老师可能都不见得知道。嗯，有一个老阿公，他老婆过世了，他为了怀念他老婆，就把他老婆那里割下来，那个私密处，好、哦，就晒干了以后放在饼干盒里面、啊。每天晚上打开睹物思人呢，啊，因为那个酒晒干了就变黑的嘛。有一天他媳妇回来，那个阿公正来看，吓歪了啊！那整个就掉出去了。啊，怎么办？他就说：“人哪衰，几下密码也不会。”真的，有遇过这个，我真的不记得。我发现你讲这种话，我听得懂了。